说真的，只能陪你走到这。当夕阳余晖洒落的地方，错过的想告诉你的那些承诺呢，都成了自责。最好的我有没有给你呢？凝望着，怕看了你不说的，紧握着手心的温柔，不得不选择，轻轻放手了。陆江体育班的903，恭喜你们要毕业了。那在毕业之前呢，老师有两点要勉励大家。第一点就是学习是一个人生的历程，只是说从陆江毕业或者从国中毕业，大家就不再学习喽。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，那这个学习呢，也不局限于课本。人生的经验也是一种学习，这个世界很大，还等着大家去探索跟发掘。那第二点就是要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。在未来的人生当中，你可能会面临很多选择，当你在选择要做好还是做坏的时候，都要记得先想想看后果，三思而后行，三思而后言。那也别忘了要当一个暖心的人，一个贴心的举动或是一个温暖的话语，都可以传递正向的能量给我们周遭的人事物。所以最后呢，老师还是要祝福大家，不管是到高中、高职还是五专，都要持续大放异彩。那也别忘了诗涵老师哦，拜拜。